直播榜11月5日讯，曼城在刚刚结束的英超联赛中6-1战胜南安普顿，切尔西3-1胜水晶宫，加上昨日利物浦战平阿森纳，这三支球队在本赛季英超前11轮保持不败，这是自1978-79赛季以来首次有三支球队在英超开局前11轮保持不败。目前曼城以9胜2平积29分位居积分榜第一位，蓝军切尔西以8胜3平的战绩积27分列第二位，红军利物浦战绩同样为8胜3平，因净胜球劣势排名英超第三位。